是要舔对方是吗？嗯，不然你要舔自己、哦。你如果做得到的话，做得到。而且你真的做得到？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做不到？我想看。说真的，所有的BL CP 来我们节目呢，嗯，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骰子大神的考验。来，这个骰子大神呢，一颗是动作，一颗是部位，我们就要来看看你们会甩出什么样子的内容。然后还有情境剧哦，情境剧，对，我来先公布第一个情境剧，是在联谊的时候巧遇初恋情人。你们先甩一下，看 Chico 决定。low 好，来，三二一，甩！哎，这算用丢的吗？还是我再让它再大一点？为什么？刚刚那个很好啊。哎，要去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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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那个，他要去哪？你回来。你问。Link。Oh yeah！ 我就说刚刚那个很好，你干嘛？回答，来吧。哎呦。三二一。你刚刚是摆下去的，我光是摆下去的吗？我刚刚这样，你好像他没有弹，因为我个人觉得非常好。你知道赛是什么吗？改题。好了，我真的是谢谢你啊。情境剧，在联谊上巧遇初恋情人、嗯，然后你们要把这两个动作融入。融入在这个好难哦，其实要怎么把对啊，舔这个东西放进去啊？我来帮忙大家想，就是饮料不小心打翻了。哦、然后打到就哎、欸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对，是要舔对方是吗？嗯，不然你要舔自己、哦，你如果做得到的话，我也给过了。做得到，而且你真的做得到？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做不到？我想看，所以就变成是淋雨打翻饮料在你身上，然后你就说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，好爽，就这样吧。Action！ 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要喝饮料？好啊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记得你是一个不喜欢浪费的人。不能浪费。好了。你放围巾的整齐，超好的。太棒了！我们要给我们的好友大声鼓励一下，耶！我们再看一题好了，我就让你好好吃饭。对，哎，这一把换你，就换你哦。你说部位给我是不是？换你要找我，换我找你哦。那还是这个，自己命自己决定的，自己命自己决定。等一下，我先公布一下情境题是什么。哦，对，好。是洗头小弟遇上发廊 OK 先生。Kiss， 哎，今天骰子大神真的是很给力哦。他不要让他出现。可是我不做牌，我不做牌，你不做牌，不做牌，所以我还是让他就是有一点悬念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骰子大神今天非常非常的给力。来，洗头小弟遇上发廊 OK 的剧情是？那我是 OK， 然后 OK 怎么样？你是 OK， 好，那我就当洗头小弟。那我们要怎么洗啊？怎么洗哦？那没关系，就大概就好，大概就好，对，大概就好。那你需要我怎么样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你。哦，你说不知道怎么样？嗯。好，那你就一开始可以放心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先生你好啊。”放心。哦。然后其他都你自己。其他我来。OK。Q 你。惊喜版，不知道他们要演什么。不然你今天这个水温还可以。水温？你让我坐着洗头吗？洗头不是躺着吗？你刚刚喜欢帮我按摩吗？那你力道就这样就好了。那你需要重一点还是？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？因为按得很好，我不开心。对，道歉的话，请改头不尝试吧。现在的规矩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这家店是这样子吗？这是你的店，我是客人。道歉的话，亲个奶头不是尝试吗？所以是客人要亲，哇，不是奶头吗？不是，亲我啊，亲我，亲道歉要亲。客人的奶头，对，不然你可以亲自己，你可以二选一，反正我要看你亲。
等一下，先卡，先卡。哎、欸，是，什么事？我今天不是说这一局，我照你啊，你照我吗？我照你啊，对，我让你选啊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烦哦、喔！你快点 ，OK。哎、欸，这边用力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不是，你会不会按呐、啊？你这让我生气耶、欸！哦，你知道我生气会想干嘛吗？要被取代的哦。哎、欸，红炮。哦，是你。你跟我一样哎、欸，我也是这样子。还是我们一起进来。哦，走开啦，换我啦。哦，你会是不是？塌了啦，你塌、哦，你是太烂了。这很烂吗、啊？这不烂，我觉得很好啊。硬凹。好、啊，那你来，你来。很舒服吗？嗯。我喜欢这样子。哦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我压一下，那个。哦，洗发精嘛，好。啊，医生，怎么了？我刚刚亲到你奶头了，啊、真的、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没有关系，我压一下就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哦！这很糟糕哎，这伟达有编剧的天分呢，真的你可以，对啊，真的很这很 OK 哦。谢谢辛苦的伟达，嗯，很厉害，有编剧的天分，然后还有软骨功，让我们都见识到了。丑的也是我，不丑。我跟你说，真正的帅哥、哦、真的是有偶包，不管做什么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有默契一对 CP， 支持恋爱是科学。谢谢。谢谢，记得喜欢我们的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